2022年1月6日，大角星人理事会通往天堂的阶梯，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大家好，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生活在你们认为是天堂的地方，与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相比，我们的领域，我们的维度是天堂一般的。它不是天堂，它不是唯一的天堂，但它确实具有那种品质和那种外观，并且你们可以做所有你们想象在天堂境界中可以做的事情。你们确实体验到那种你们在地球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在天堂领域体验到的幸福。因此，你们必须自己决定是什么让你们处于那种状态。你们觉得你们事实上处于你们的天堂版本中，尽可能多地把自己放在那里。这似乎是一种享乐主义或自私的行为，但请记住以下几点。当你们访问你们需要进入的那个频率，以便你们能感觉到你们在地球上体验天堂时，你们实际上是在把天堂带到地球上。你们让其他人更容易获得它，因为你们将这些更高频率的能量接地到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星球、你们的网格系统。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去做喜欢的事情。你们也在为他人树立榜样，并邀请他们与你们一起享受天堂般的体验。你们正在向他人展示什么是可能的，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人们只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在受苦，那么他们不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可供他们使用。最后，当你们把自己置身于为自己创造的天上空间时，你们会想要教别人如何去做，哪怕只是一个人也是一样。那仍然是在分享你们在自己内在发现的秘密，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这个事实是，你们有机会以你们选择的任何频率振动，然后生活在那个振动中。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其他人会嘲笑它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和其他像你们一样的人始终如一地证明你们可以有目的地提供振动，并在你们的体验中体现这种振动的反应，那么其他人就会开始注意并想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拥有比他们认为的更多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而你们是开拓者，你们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有能力向他人展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他们的内在，以及你们都在追求什么。将天堂带到人间是一个真正的目标，两个境界的融合是必然的，但是你们可以有目的地去做，你们现在就可以做到。你们不必等待外在发生任何事情给自己这种体验。你们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正在向你们投射一个天堂的振动。当你们接收到这个传输时，你们与那个能量融合，你们在此时此地让它成为你们现实的一部分。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2022年1月6日，天堂来信，你们有一个命运，译者扬声传导。上帝说，当我们在你们的意识中相遇时，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想象一下，你们突然看到陪伴你们的那个人是谁，你们曾看到影子跟随你们，现在你们看到爱的阳光，它从不离开你们的身边，从不离开你们的内在。你们不可能没有我，用你们的心机，你们是看不到我的，凭着你们的心意，你们没有感觉到我手的触摸，你们也可能没有听过我。你们听不到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关上你们的耳朵。你们的韧性如此顽固，我把韧性称为你们可以称为独立的东西。
为什么你们要假设你们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呢？哪个更费力呢？是你们关上耳朵，还是宣布我不存在呢？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人想要没有我的生活呢？这有什么优势呢？为什么要以独立或权力的名义束缚你们的手呢？有我在，你们有更大的独立性，不再依赖这个世界。和我在一起，你们有更多的资源，你们可以把依靠上帝成为你们的独立。反正你们可能会说我不可靠，你们可能会说我犯了反人类的罪。我没有，我不会这样做，我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我让世界井然有序，我给了你们做决定的权利。亲爱的，世界并不独立于你们，世界必须依靠你们。我是你们的自力更生，不时拜访我，很快你们就会与我同在。你们的心门将非凡地打开，我请求你们为了你们的缘故来爱我。我爱你们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爱胜过大海的潮汐，我的爱已经无法增加。然而你们的爱才刚刚开始在地平线上窥视。把你们的爱和我的爱放在一起，这就是探戈的方式。你们发自内心的爱和我的爱是这样的组合。哦，是的，这就是天堂音乐，这是天堂之舞，这是天堂的脉搏，这就是你们的命运。我们手挽手，心连心，在爱中相爱。告诉我，你们心中有更好的命运吗？我被难住了。有什么比我们两个合一更好的事情呢？你们在梦想什么呢？让先到的先得。你们一直依赖某些东西，什么？加薪吗？舞会邀请函吗？你们不断收到与我在一起的邀请，这是一个无声的邀请，它不是大张旗鼓的，这是一个随你们来不来的邀请。这不是白色领带的事情，这是一次心灵的相遇。一旦你们接受我的邀请，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放下紧张，你们会知道什么是呼吸，你们会知道成为家，受到欢迎，走进来并知晓自己在哪里和一直在哪里的感觉。亲爱的，你们对我并不陌生，让我对你们不再陌生。来，让我们互相认识。来吧，让我们成为朋友。来吧，让我们拥抱世界上久违的表亲的拥抱方式只会更多。让我们在对上帝和人类以及你们的身体暂时居住的世界的爱中团聚。现在到我这边来，来吧。